想闯空门是吧？醒醒吧，你不是勇者，我不在乎啊，我不用当勇者，我当个小偷我也开心啊。睡梦罗汉拳哦，真的假的啊？想当初我也是睡梦罗汉拳的固中好手啊，只是后来废掉而已，因为已经被人骂好几次了，不要再乱踢乱打。睡觉睡到一半会乱踢乱打，户外啤酒屋。我看一下哦，这都门都关起来了。我看看我现在在哪里哦。我们刚刚在，这是工厂，然后 subway，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边是不是？这个什么水池吗？那这个呢？坟墓哦。反正我们就先往那边看看好了。是各种好啊，都一样啊，对不起啦，公文不好哦，已经退步了。地图好像有点大，是啊，它的地图还蛮大的。各种好手，对不起，I'm sorry，这什么学校吗？因为我刚好看到 school，哦，这里有个倒下去的。等一下，这位大姐，这位大姐脸贴地，跟上帝切，不是上帝啊，跟那个地面接吻有比较爽吗？为什么你要这样睡呢？朝天睡不是比较舒服吗？你为什么一定要再虐待自己呢？哈哈哈哈哈！是有那么多爱大地女神啊！大地是我的家，我不要离开它。Greenfield Heights 公寓，所以这是公寓区，门也锁住了。然后这边有一个井，水井。哦，这也可以进来。塑胶桶，放着枪支。发现这地方好危险啊！木箱、洗手槽，可以上去吗？有个梯子，好，不给我们上。吼吼，这有个黑眼老伯，黑眼老伯硬要戴个墨镜睡觉，这样也是啊，这样比较看不到光，比较舒服了。站在他前面下跪吧，树民。哎，怎么了？果然很奇怪啊，在外面的每个人都倒在地上睡着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哦，有人。哦，听到这声音，阿飘的证明是不是？哦，等一下，这个人怎么好眼熟啊？我是不是在哪看过这个人啊？啊，果然是苏菲啊！大卫，他是大卫吗？大姐梦话，闪开闪开！我亲吻他，我亲吻地球，爱上你吗？是不会啦，只是我看到会觉得很有趣而已。欸，小黄安，对，他是大卫吗？因为你在梦境哦，他长得好像大卫哦，大卫，大卫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欸，真的是大卫哦！我本来一个人在加班，最后总算结束后，往回家的路上，觉得周围的情况很奇怪。他是那个 The Quack Man 那一个差点要自杀那个大卫吗？刚刚那 CG 好像痴汉。欸，这是大卫哦！欸，所以这是有连贯性的，是不是？The Quack Man 再来一次 The Sand Man 这样子连贯哦。大家好像睡着了，我是知道那是一系列，可是我不知道大卫会一直出来所以我很担心你到附近看一下，就会发现了你。苏菲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呢？我没事。下一步也有他，真假的？呀，我好期待下一步的 Bogey Man 哦，是 Bogey 吗？还是什么？就是那个了，就是最后一个，最后一步就对了，我超期待的，已经等好久了。我没事，不过我还是很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，我也完全没有头绪，为什么他睡着了？现在还醒着，只有我们吗？同作者客串一下还好吧？哦，也是啊，他们都是那个同作者做出来的。欸，蓝色万安哦，大卫三部曲，主角就是有后宫，不晓得，说不定房子里面或许有醒着的人。
为什么大卫也没也？大卫跟他还醒着，我要去看看有没有人醒着。你也会来吧？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我的学朋友叫做安的女生，住在学校宿舍，要去找她吗？如果安还醒着的话，肯定会很害怕的，因为她很胆小。我想去找安。哼，他早安、午安、晚安。我知道了，朋友很重要啊，我也去。大卫，不行啊，我们学校禁止男士进出。天主教的女校吗？男兵止步吗？那倒是。不过现在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吧？你一个人太危险了，让我也跟你一起去。没关系的，我一个人也不要紧。是每天都要去的学校，不会迷路的。人家担心的不是你会不会迷路啊，人家担心的是没办法找机会对你下手啊。哎，你都这样说了，一个人也没问题吧？我去找其他地方之后，我们再会合。找到你朋友后就过来公园。明白了。睡了就可以那个是哪个？苏菲，绝对不要做乱来的事哦。如果遇到什么事的话，如果遇到什么事，不要做乱来的事。还是大卫似乎知道什么，这又一个脸贴地的，大家都很爱脸贴地耶，到底，脸贴地有那么爽吗？不懂哎，我每次趴着我都觉得腰酸背痛的，超不舒服了。大卫犯罪合理化高招，是不是？然后我就说嘛，这大卫不安好心啊。我记得学校应该是这边的吧？是这个吧？对啊，High School 啊。根本打不开，毕竟深夜呢。翻过这个围墙不行，哪边有梯子直接去找找吧。不，我只会对大卫乱来。对啊，奇怪，为什么？我觉得他这样讲其实很诡异耶。大卫是知道些什么吗？还有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？然后大卫感觉一点都不吃惊呢，就很淡定的就说：“我看看有没有人醒着一样，对吧？”还好我记忆力还不错啊，这边有那个梯子，让人家翻一下身壳，小心憋死，是没错。不是这里吗？哦，还是梯子要自己使用是不是？哦，还有这招！哇，我们要入侵校园了，这时候夜晚入侵校园是最刺激的。女主穿这样穿睡衣到处乱跑，真的可以吗？我也担心过她这个问题啊，我就想说，我要不要换个衣服？可是她不肯换啊。哎呀，换个衣服不是比较安全吗？至少不用说什么，就是怕那个到时候春光外泄之类的。虽然我觉得他应该也没有什么春光可以外泄啊。大卫表示我欲多了是怎样？打不开怎么才能进去啊？哎，出不去了。啊，出不去了。哦，这有东西，插了一个铲子。获得铲子，还是他可能想说大家都睡着了，所以其实没有差了。点点点，哎，这铲子可以用在这里吗？试看看，来吧，不妙啊！但现在是非常时期呢。啊擦！把手伸进玻璃破碎的地方，然后开了门锁。对不起啊，修女，修女表示无奈。教室不是教堂，教室大概全都锁起来了吧？总之去宿舍早安，午安，晚安。不行啊，他只要讲早安，我就很想笑。弄破玻璃的别说出去哦，就当做是小偷做的，需要查看。所以修女其实都知道，修女都知道，但修女不说。哦，安的寝室在这里。他们是上下铺吗？
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会不会有，嘿嘿嘿，会不会有什么有趣的线索？刚刚那什么，又不见了，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啊？上铺是他的室友，为什么安不在？他没说过要回家，是在学校里面的哪边呢？但大部分门都上锁了。礼拜堂让大家无论何时都能去祷告，所以没有上锁。难道他在那里吗？在玻璃不说，我不说，大家不说，都不会有人知道的啊。哦，好吧，我们去礼拜堂吧。礼拜堂在哪里？我迷路了。等一下，礼拜堂在哪里？这边吗？是这个上面吗？音乐教室。嘿，友友安安哦，好久不见。紫色光球溜进去有点吓到，不是，我就觉得那光球溜过去也蛮诡异的，不知道那光球是干嘛的。这边都锁住了。礼拜堂在哪？这里吗？哦，正在这哎。一本圣经夹的一个书签。圣奴仆切慕黑影，向故工人盼望工价，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月。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。躺卧的时候便说：“我何时起来，黑夜就过去呢？我竟是反来覆去，直到天亮。”约伯记第七章二节。其实想你在想，没有人洗到一半睡觉，没有，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一个抗议，你不要在那边，嘻嘻然，我没有这样想好吗？我还没有肮脏到那种地步。管风琴哦，所以安在这里啊？他在哭吗？哎呦，这样就哭哭啦！那大卫怎么办？大卫都遇到第二次啦！安，你平安无事安？苏菲，为什么在这里？街上的情况很奇怪，大家都倒在地上睡着了，因此我很担心安，所以才来的。那安，我们离开这里吧。外面有我认识的人，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不过一起行动比较好。不，我不走。为什么啊？我绝对不要！好可怕，那些家伙又要来追我了。那些家伙，哦，他又讲到些，所以代表为数众多。呵呵，在说什么啊？安，放心吧，没有什么奇怪的人。还是他期待说大卫，哦，大卫，大卫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怎么可以吓妹子呢？没事的，跟我一起的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，就算有奇怪的人，我也一定会保护你的，所以好吗？跟我来。我知道了。然后走到一半。哈哈，我这样讲，然后走到一半人就出现，真的哎，哇，什么？要去哪里啊？骗子小姐，骗子小姐，他想谁？他想谁？不要，要，哦，哦，哦，总共有四个人。然后在笑哎，又这样逃跑了呢？你果然是个骗子啊，坏叔叔！说谎必须要惩罚哦。你们做什么？从我身边离开！为什么？他可是个骗子哦。那他嘴巴吗？好恶心哦。怎么能嘴巴那么恶心呢、啊？说谎可是不行的呢，因此必须要处罚他。